整个旗队的正面是中华民国的国旗，因此这个旗面呢，经过了司令台的正面之后呢，所有的观礼的贵宾都要起立表达致敬。那么现在整个这个联合区队就是以踢正步的方式经过司令台。旗队整齐的步伐，尤其在踢正步的时候，那个旗面呢，保持非常平整的一个旗面，可以看得出来平常学生联队他们平常的一个训练的扎实。中央看台长官来宾，请坐下。我们现在进场的是陆军军官学校学生第一营。整齐划一的步伐，还有统一的这个落脚声，立刻也吸引了所有观礼来宾的目光，那么当然也报以相当热烈的掌声。现在通过司令台的全都是由陆军军官学校所组成的学生连，那么总共有14个学生连要经过司令台的正前方，并且以踢正步的方式表达对三军统帅最高的敬意。清楚，就是整个这个学生连他们踢正步的这个步伐可以说是相当的整齐。如果观众朋友眼尖的话，也可以注意到他们的枪支尖端的那个刺刀末梢啊。如果说训练的扎实的话，基本上是脚在踢正步，但是刀锋是不会有任何这个动摇的。所以如果观众朋友眼尖的话，其实也可以注意到他们刺刀的这个刀尖的部分，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并没有任何的晃动。Yeah.
如果服过兵役的观众朋友应该都非常的清楚了解，就是正步要踢得好看并不容易。那么我们的了解就是在踢正步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为了要让这个步伐踢得整齐，连幅度都要一样的话，通常都会在正面每一个班的正面挂上一根竹竿，也就是说你不能够踢超过竹竿，否则就会踢到了竹竿就会痛，那么你也不能够低于这个竹竿，因此都以竹竿来挂在前面当做一个步伐调整的一个标准。那么当然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训练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为了要让这个手能够摆得平，通常我们都还要在这个手的下面再挂砖头，那么这个就是他们训练出来的成果。那么当然经过这日夜不停的这个训练，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成果展现在国人的面前，我们可以相信就是金石部队等于是已经成型了，那么并且能够让国人对于国军的这个战力有相当的信心。值得一提的就是陆军军官学校本来都是逢五或者是十的这个周年庆才举行扩大的校庆，那么今年是建校76年，那么基本上并没有扩大校庆的举行，但是又适逢新政府的成立，那么陆军官校配合高级长官亲临主持校庆活动，特别比照了建校70周年的庆祝方式扩大举行。那么现在通过司令台正面的就是海军军官学校所组成的学生连。紧接在海军军官学校后头的就是空军军官学校的学生连。那么当海军还有空军军官学校的学生连经过司令台正面，同样是获得了贵宾的热烈的掌声。正式作战学校学生连。现在通过司令台正面的就是这个正战学校的学生连。那么在这里要提醒观众朋友注意一下，就是即将要通过司令台的是大家众所瞩目的女生连。那么这一群军国英雄呢，可以说是不让须眉。那么即将要通过司令台正面的，现在您现在在画面上看到就是叫这个准备的，就是正战学校的女生连。啊，记者在这里做一个更正，是陆军军官学校的女生连。我们现在看到她正以快步的方式通过司令台。
这个正面是由陆军军官学校还有海军军官学校所组成的一个女生混合连。这一次你们女生并不踢正步，而是以快步并且用注目礼的方式呢向三军统帅致敬。那么在女生连混合连之后呢，底下要出场的就是刚才记者提到的正战学校的女生连。正战学校女生连通过司令台的时候，已经是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我们现在看到他们正以小快步的方式通过司令台。正式作战学校女生连。那么正式作战学校女生连呢，是在87年7月1号增编了3个营14个连，还有增编了一个女生连。那么现在为了配合金石案，在86年11月1号的时候又缩编成。